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那对色夫妻，我是那对色夫妻的夫小左。现在呢，我们用一个很诡异的方式开场，我现在要还给大家一个干净舒服的画面，好多了吧 ？OK， 好，今天呢，我们要在工作室周边的街道开启我们今天的人像摄影。今天拍摄的 model 他叫许轩，东华大学，东华大学教育系大二，所以将来也是当老师的人。好，我们来看看说今天我们在拍这位第一次被约拍的 model， 他会有什么样惊人的表现？好，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等一下开始拍。OK，Let's、okay, go， 我们先到广场这边。走到中间点哦。好，看我。OK， 很好。哎、欸，停，停停停停停，对，不要冲动哦。再一个哦，准备三二勾勾。OK， 有，很好，还懂得嘟嘴，加分。OK， 换点。街拍其实最有趣的东西就是你永远无法预期，你下一个景你会怎么挑？这边。对对对。好，然后帮我做侧坐，直接脚放上去，抱自己，抱自己膝盖。对，这个是只有瘦子才有的专利哦。很好，再一张哦。来一点阴影跟人物的对称关系，有时候挑战一点不一样的构图也不错。接着把放了在这边的前面这只手，然后抱住自己的手腕，抱住，哎，对对对对对，然后稍微再仰点头，看，哎，对对对，有了，很好。然后把那个线条图开起来，这样我才知道曝光怎么样。好，接着我会从你后面拍，你就转头给我一个天使人不偿命的微笑。OK， 可以呢。不错，状态有。好，下一张哦。好，三二，回头。OK。哎呦，有呢。好，我们接着起身换点。这边呢，我带到了车站旁边的车棚，然后现在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阳光跟这边的车棚阴影交界处，所以我们现在来这边。外拍的第一个要素，不要把 model 放到阳光下。你的手很高，你帮我碰这边，然后再下来一点点，然后那只手就帮我甩甩甩就好了。对，然后我会抓你的那个甩到我要的画面。好，我们需要一个 balance 的动作，所以呢，我需要你的右腿往后稍微弓箭度，哎，对对对对对，哎，长好，哎呦，不错，很好。好，我们换蹲下来看看。好，这样子。这边哦。对对。哎呦。好。好 ，Let's go。我跟我朋友出门的时候，都会跟路人打招呼。哎。是哦。对啊，我们都会跟旁边的阿公阿嬷打招呼。然后接着阿公阿嬷就会很开心。对，就会跟我们打招呼。真的是。哎，猫咪。因为我们家还会飞、欸，我们刚刚在看猫咪啊。对啊，我们在看猫咪啊。OK。我跟我朋友出门的时候，都会跟路人打招呼。这里。然后把你的左脚放到石墩上，这样子 ，OK， 就这样子靠着。你现在在等男朋友，然后男朋友现在出现在你的视角里面了，在后面哈、哦。OK， 很好。好，我们现在换到这边来，然后帮我用一个就是很标准的站姿。好。然后头稍微转出去一点点 ，OK， 可以。好，然后接着用你的右手帮我稍微拨头发、拨刘海。啊，对，停。很好，再一次哈。哦，三二 go， 有哦，很有感觉哦。再一次，我们正常的撸头发会有一个惯性动作，会稍微仰点头。对，哦对，有了有了有了。三二 go， 仰，哦有了，对，非常自然，我喜欢这张，可以，这张我95分。好，这棵树圣诞树我们玩完了，我们继续往前。好，我要再往前哦。OK。我们通常在靠墙的时候要注意一件事情，就是不要让两边的肩胛骨都碰到。
我们可以用一边去让自己产生一个曲线，因为我比较胖，但是你一定会有，对 ，OK， 然后把手这样放着，这样放着，顺便拉一下背，好，哎、欸、对，然后帮我这样子，没有啦，就稍微，哎、欸、对对对，要有点放松的手指，对，关节很重要。好，然后你的骨盆帮我再往那边扭一点。哎，对了，很好，有了。好，然后接着项圈帮我内收一点点。整个城市都是我的摄影头。啊，不对，这不是城市，这边是乡镇。好，先 hold 住这样的姿势，转头看鹅。感觉阳光很舒服，这样子。利用这个线条的几何结构排列出一些图形，让 model 跟这个景融在一起的感觉。当然它也可以再更跳，但是我会选一个比较稍微低明度低对比的地方去衬托出它肤色的白皙，它等于就是我们现在的台中全智贤了。我们之前拍过一个台北全智贤的，它叫做 Jet， 我是 Jet， OK， 非常好。好，我们接着换一点韩系的姿势，你先到这边看我一下哈，稍微有点弓箭步，嗯，对，然后把两只手的重心放在你的膝盖上，好，然后OK， 很韩系，是谁发明的？有一些 MV 啊，不是他们跳一跳舞就是这样子吗？对，他们最后的收尾姿势，还有黑寡妇啊，这个是很重要的，这个弓，对，然后，哦对，有了，很好，因为通常这种姿势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的，要有点搞怪的成分在里面，准备再换一个点。正中间吼，三二回头，好，再来再来，很好，换另外一边看我，对对对对对，然后伸手，指指对指指指，很好，再转头看我，指指对对对 ，OK， 好。好，外拍到第一套的服装，准备要进入一个收尾的动作。我们现在即将要换第二套衣服之前，我想要用这一台拍立得去创作一些人像创作的照片。那等等我们拍完两套之后呢，我们会选出十张送给今天的子萱，这是一个 surprise 吧？嗯，对，很喜欢。所以呢，我们等一下就准备用这一台 Insta Mini Lead Play，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帮我转原地转圈圈。停，然后回头看我，对，转过来之后点，对，然后有点失去平衡的感觉，对，很好，哎呦，太赞了这个效果，好这样子，塞进去，好了，可以。你知道这一台最厉害的是什么吗？它可以拍完再选择你要印，对，可以挑片，是的。等一下我们回到工作室来挑，选择是这只手手机，有点尴尬的是这边有一个厕所的符号，非常好。没有，在外面。跟厕所合照那边。好，有了，拍好了。好，那我刚刚在上面前面我忘了讲，我们今天用的配置，今天用的是尼控的 Z6II 配上50mm 2.8。这一颗的微距人像镜，我之前一直在节目中一直提到说，这一颗镜头一直是被市场忽略的一颗超级好镜头 ，CP 值又高，所以在这边诚挚的推荐给大家，大家一起用这颗来拍人像。OK， 好，那我们就准备进入第二套 ，Go。开入了吗？开入了吗？啊，有了，开入了。好，哇，这个画面应该超好笑的。好，我们先到这边来。Right here， 然后呢？好，清纯可爱，靓丽活泼，讲话来遮住一个眼珠子。嗯 ，OK， 可以，然后稍微眼珠子给我。OK， 来喽，一起练赛 ，Go。对，要这么去，对对对对对，好，一起练 ，Go。
对对对。然后用到你的下巴这边，温头发。哎，对对对对对对对，有了，很像了。OK， 好，来一个哦，特写。好久没拍特写了，很好，来一个哦。所以说我是拍上半身。哎。我拍全身。OK。好，有车哦，有车哦，我们先让他过。你好。还没有下到。村长，你可以选村长。还可以，还不错哦。卷卷卷，然后拉到前面来。适合拍什么汉服的？回去台中可以开发一下。手掌变得是这样子的话，就是大抱抱，大抱抱。假设你就是在抱一个大龙猫。呼，反光我看不到。对，我会数一二三。哎，对啊。很好，开玩笑，我可以看得到他昨天吃什么？不可能，那是眼睛吗？我看到他的灵魂了，所以我知道他昨天吃什么。好，预备，三二。帮我把手转。对，蓝心湄的动作。蓝心湄的动作，你确定他有这样子吗？以前在你还没出生之前，有出一张专辑什么？噔噔，我的妈妈的只有你看得到。哒哒哒哒哒哒，这样子。留言。对，那个年代的 MV 喜欢用的对镜头表白的语言，很好，可以。我们在第二套服装这里准备要进行文青最爱用的富士底片感的相机，因为我买不起富士的单眼相机。富士听到了吗？哦，所以我们就变成说我想要有比较有底片的感觉的话，我就要用它来，我们准备进行拍摄。Let's go。这样子扶着叶子，然后把你的手外展。对对。好，仰头，抬头是乌龟。对，完美一点。好，等一下，我刚刚靠近这个柱子。彩虹包。好，可以可以。好，我们来一个正经的，就是先和气。就是有清彩正经吗？清彩。等一下，我看一下。OK， 可以。OK， 可以，再两张。等一下，怕你太难选，所以我要算数量。我觉得换右边好了，因为刚刚不是转左边，所以三二 go， 三二回，哎，走，应该有吧？哎呦嘞，哇，赞哦，赞哦，可以耶，赞，哎，也很好啊，对啊，打完收工，收工。你觉得在玩拍立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觉得很酷，就是因为我之前那个拍立的，它是马上洗出来，你拍什么你就一定要洗出来什么，但它这个就是你拍了然后再选，所以你喜欢的洗出来就好，这比较环保嘛，不然你原本那个拍出来然后你不喜欢，你就会就是乱丢啊什么之类的，但是你选你喜欢的就好好保存。因为 我有时候把它贴起来或是放在就是我很常看见的地方，什么笔记本那些。我跟我朋友出门的时候都会跟路人打招呼，哎，谢谢。你好。你好。我要应征当那个模
箭射打掉。啊，抱歉。